你真的嘴近阳花是吗？是个人，这是一个人，你看得出来吗？一个人有，看不出来啊。一个人有，我跟你一个人有。女孩子有横纹，男孩子三根这边，是有黑有那个细纹出来的。干嘛大家都看？我们这个笑出来。那我没有。 你最近刚打根是，老师来讲是这样吗？如果男生来讲啊，就是笑中就是有直纹，就是当你们微笑的时候，在哪里？就是笑微笑的时候有直纹，在三根的位置有直纹，这里，这个代表也是一样。你说直纹，直纹，直的，对，直的条纹，还是放射状？它直的条纹有一点点放射，但是它是有点小小的纹路，其实有细纹就看得就算了哦。 细纹的年纪大了，半岁了，没得。你又开始要再聊扯扯了。身体要顾啊。女生是这里吗？女生是人中是横纹。老实说，我没看过人中有什么明显的横纹的人。有哎，其实我有看，就我们在以前的相学来说，如果人中有横纹，代表他可能曾经拿过小孩，因为以前拿孩子的那个技术比较没有那么高明，所以以前来讲哈，其实从他的人中的这个横纹。 可以知道他拿过多少次小孩，真的。那这里面其实我们真的看到有一位还蛮明显的，那代表其实他可能子宫比较弱一点点，子宫弱他可能在做爱过程当中其实他是比较辛苦的，比较劳累的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有横纹。那男生来讲，因为鼻子代表他的性能力，那当然这里面我们看一下，想说是谁？基本上我们三位来宾的性能力都还不错。 老师，这么高兴啊！对，最开心。他被笑得很开。然后你看哦，我觉得还是马伯贤，他是不是有直纹啊？很多啊，我看超多，明显啊，但是纹理这好像刀刻的一样。